事当中，到底谁是最帅气，得到第一顶级的黑后骑士？有请目前奖为我们公布黑后骑士得奖者是三号何伟伦。紫色璀璨的讲座，从今天这一刻开始，彰化葡萄守护的使命，也要请我们的伟伦与我们共同来加油。谢谢伟伦，谢谢。请副县长留步在舞台下，也请伟伦跟我们分享得奖感言了，恭喜。其实呢，这是一个感恩的时刻。我把这个荣耀献给所有来自我的朋友，分别来自剧场界、舞蹈界，还有很多表演界的朋友。因为有你们的大力鼎力相助，让我这个表演能够顺利的成功。当然，今天伟伦其实不是最优秀的，我觉得在我身后，真的每一个都是非常可敬的对手，对吗？好，给他们一个掌声，因为真的是太感动了。我觉得我今天能够得到这个殊荣，我要最感动的是一位桂凤阿姨，挥挥手在哪里？有吗？挥挥手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好，她也是舒婷的妈妈，那也是 CD 妹的妈妈，我就觉得很感动，因为她鼓励我，觉得可以为彰化争光，那我很感动，可以肩负起这个使命，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也恭喜得到我们的黑后骑士的殊荣。